我刚还有录到GG了，讲讲讲讲，Epic。但其实我有，哦，大家知道，就是Blizzcon不是有卖那个旅店老板的那个开关器，然后那个旅店老板开关器他就会讲 Epic， 还会 Wow Legendary， 然后以及什么什么什么大家都进来吧之类的。 在路边找个椅子坐坐之类的吗？匿名今天有开台，那你今天有没有很开心呢？<笑>有没有感觉匿名最近都在练 LOL 练得很勤啊？我要看我的海巨人，一讲话就要失忆了。哦，这是我。 补卡的海巨人，我现在有两张海巨人，但其实不会放到两张海巨人啊。嗯，<笑>去美国艳遇嘛？哎、欸，那是小葵讲的，对不对？那就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奇道没有什么艳遇吗？其实我印象中是没有艳遇，但是啊，对对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So Bad 去排队买东西的时候，那个店员一直叫他：“嘿、hey, ，Justin。” 他是觉得他像贾斯汀丁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是他有像小贾斯汀吗？还是像贾斯汀之类的？反正他就说，就是因为点完东西，然后外国人就会叫说，哎、欸，你的东西好了或什么之类的，因为要等嘛，等那个食物。可是那外国人一直大叫 So bad， 哎、欸、，Hey Justin，You Justin，Justin，然后，然后So bad就叫我嘛，他一开始这样子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叫我嘛，结果Justin 是叫 So bad， 但不知道为什么。 <笑>就是叫手背，<笑>嗯，拱巴吗？带开别人还不是自己的，他是开了谁的台啊？嗯，探险同盟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我要换回中文，我们等一下先玩一下中文再玩日文版看看好了，我要看他的那个名称啊，我趁现在可以再教学一下，来，各位我们来看一下都市。 如何变成日文版呢？那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点开你的 BattleNet 左上角进去有一个设定嘛，设定，这就是设定。那你设定进来之后，有个游戏设定，不是这个哦。你点了这边的话，它是 BattleNet 会全部变成，就我那时候调，就 BattleNet 变日文，你的游戏还是中文，切记要到游戏设定来。 然后这边点一下，你就可以调整。你看你要韩文啊、波兰语啊、俄罗斯啊、意大利啊，然后英语还有分，那个 UK 英国的，然后 US 应该是 USA 吧，还有EU、欧，是欧语，对，还有法语，有没有？先调回来一下，<笑>不要为难自己这样。哦。